这个叫什么豆呢？仙人摘豆。嗯，大家看好了，大魔术离不开毯子，刚才看见五彩戏法离不开毯子，小魔术离不开茶碗子，就这么一个东西。嗯啊，看好，现在开始表演，咱们表演。我这有三个小球，这就拿酒喂着它。嗯，要不它不听话。哎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三个球。中国戏法有一特点，四面管敲，八面管看。对，不怕，来看好哈。嗯，一个两个三个三个两个一个。嗯，这个到了英国，嗯，叫 one two three 英语。哎，到了日本，一七尼桑。嗯，到了俄罗斯，哎，一二三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这是长知识的啊。好极了，听好了，记住了，怎么说？一二三这么说。既然变戏法，让大家看清楚了，怎么清楚呢？你得检查检查这棍儿有没有问题。我得看看，哎，因为他们这玩意儿容易出毛病，你知道吗？这蹲的折了啊。这应该没问题。哎，这根棍可是不简单。好，重36000斤。哎呀，再粗些，再大些，金箍棒。原来啊，定海神针，现在就是一个普通木头棒。你看，看好了，棍检查完了没有问题，碗呢也得交代交代。嗯，碗底儿、碗肚、碗帮，嗯，没有问题。这个碗也交代，碗肚、碗帮都交代好了。好，没有问题了吧？没有问题了。看好了，碗前没有三层帮。碗后没有两层底，我的手，大家的眼，是你眼快还是我手快，都盯着啊！把它搁在手里，大家看清楚了，攥好了，说扣上它，扣上它不动，把这个球也扣上，拿过球搁在手里边看好了，啊，往手里边一搁，往碗里一捅，走。哎呀，两个呀，这叫二仙盘道。好啊，说这是一个，这是两个，把它扣上，不动它，手里边交代好了，大家看好，跟这画条马路，哎。这是北京，这是辽宁卫视。过去，哎，这里边三个。哎呀妈，到沈阳了！哎呀，三仙归众。哎呀，这不好来呀，这不好来哈。手前手后交代好了，说把这球搁在手里边扣上它，把这个也扣上，哎，扣好了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来进。哎哎，您看看，哟，这没进去，没进去啊。不愿意进这个啊，进这个好吧？这，猜这里几个？这里几个？陈月肯定在这里，在这里边一个，就在这里，就咱俩不会算数，跑不了嘛，跑不了几个？这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过去，过去，没有。往里边，前面后边没有，这几个？那三个，三个，三个，走。啊？一个没有，在这儿呢，出来。出来了，哎，刚刚你拿着，你看我给我搁在手里边打，哎，走你好，嗯，这就来了啊，说过去就过去，跟变戏法又学一招，那错不了，哎，看好了，嗯，这个没关系，搁在手里边，嗯，进，又一个，哎呀，这圈个大一蹬走，两个，嚯，啊，你看就这么简单，看好一个两个三个，这个在这儿呢，看见没有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什么了？看见棍子头了，棍子头啊，看见没有？嗯，这就拿出来了。好，这就一捻，越捻越大，啊，哎呀，这个呢有风它长，见光就大，捻小叶里藏花，捻大赛过核桃，碗碗是个袋，拉了一条线，搁在手里还看不见，在这儿呢，出来，三个球，好，哦，好，再来。说这个毛巾铺上以后能不能变点东西出来呢？能变出来，看好，画个十字提了起来，抓个揪啊，拿碗给它扣上，扣上能不能变呢？那看好了，扣上它，来，吹口气，仨人吹啊，不都吹跑了吗？哎，不能那么吹，怎么吹呢？毛巾铺好了，画个十字提了起来，抓个揪，拿碗给它扣上，扣好以后来，这得我来，来，都别动，别搅和，对，我跟你们不一样。行，非常温柔的一口气，这回行了啊！解德纲这口仙气往上一指，看见没有？往那儿看，说一二三，二二三，说有两个神仙在云端，空中抓一把，不知真和假，抓在手里瞧不见，扔到里边就能变。来，扑，这就来了。哦，水。传统戏法，仙人摘豆，豆，哎，这就是豆。来，我们掌声鼓励。